而家咧逆市啊，业主唔敢租嚟晒铺咯，尤其是堂食嗰啲啊，真系惨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银杏馆啊，阿 Joyce 个 CEO 啊，佢就系呢个西九龙中心啊，叫做呢个月老仔啊，就今日 weekend 啊，就系呢个嘅周末嘅晚市外卖嘅话，总之你全张单啊，你食完嘅时候咧，诶 order 完呢个外卖 ，WhatsApp 俾我90361433，我回赠你 50% 一半啊。咁啊，讲紧呢个银杏馆啊，就系呢个社企嚟噶，好有心啊！佢哋嘅时候真系专帮呢个嘅长者嘅时候就业啊，咁啊，由2003年成立至今嘅时候，都已经超过3000人，即系获聘啦。咁啊，香港精神啊，值得支持啊！所以你去呢、这个深水埗西九龙中心嘅时候咧，21A 同埋212C 呢个铺嘅时候，外卖电话就34682151。咁喺嗰度嘅时候咧，总之就叫外卖啦。咁星期五、六日。三晚啊，晚市外賣嘅時候，你食乜都啦，成張單 WhatsApp 俾我90361143，幾日內嘅時候，我透過 PayMe 啊，咩方法都嘅時候，俾翻一半嘅價錢俾你啊。我冇咁多錢啦，多謝屋企人啊，全世界最好嘅財務公司啊，可以順帶快遞贊助啊，銀行館啦、啊，即係促進長者就業嘅時候，我真係值得多多支持佢啊。今晚啊，5:30嘅時候咧，我會同個阿 Joyce 啊，即係銀行館嘅 CEO 嘅時候咧，同佢做個 Facebook Live 講一講下嗰度嘅情況啊，或者呢個即係社企嘅生意經營理念啦、啊，幫我宣傳一下啦、啊。銀行館呢個咧真係好不幸啊，真係生不逢時。去年7月份嘅时候开业，咁啊之后咧就遇上社运啊肺炎嘅时候啦，业主咧一蚊都冇减啊，离晒谱啊，咁啊之后仲出嚟私信啊，又点样去告佢啊，咁样真系话扣加利息啊，咁咪就系大业主啦，呼吁全香港大业主真系共度难关，共度难关。好，今晚5:30 Facebook 见，今日 weekend 叫晚市外卖啦，我 sponsor 你一半。